大家好，我是洪英宏，我是张静云。性格电视台台湾大大厅已经播出100集了。恭喜台湾大大厅收视长虹。台湾大大厅继续迈进200集。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，台湾大歌厅即将迈入播出100集，每礼拜六暗时7点，敬请锁定性格电视台台湾大歌厅。